歡迎大家收看 MIHK 特別新聞報導，本台的兩個 YouTube Channel LoJokeHK 和 MIHK.TV 香港製造網絡電視已經正式更名為 MIHK.TV YouTube 第一台和 MIHK.TV YouTube 第二台了。沒錯，大家可以在 MIHK.TV YouTube 第一台重溫回時事評論台、經律頻道和文化頻道的節目，包括《啤梨漫步》、《大院有樂》、《做你老母中國人二》、《現代豪俠傳》、《仙人夜話》、《西城小事》、《金曲妙韻歲月情》等等的節目。而剩餘的所有節目，包括生活頻道、運動頻道、旅遊頻道和財經台的節目，就可以在 MIHK.TV YouTube 第二台看到。例如《我下面給你吃》、《四海高畫隔離工》、《屌出香港三》、《一級賽馬方程式》、《K 師推褲圖》、《仙人靚湯》等等。未訂閱的朋友記得在 YouTube 上面訂閱我們 MIHK.TV YouTube 第一台和 MIHK.TV YouTube 第二台啊！請大家在看片的時候千萬不要 skip 廣告啊！如果不是，我們下個月就要吃粥記了。當然啦，如果想足本重溫我們全集的節目內容，歡迎大家訂閱 MIHK 的收費計劃，詳情請參閱 HOME 即是 HOME .MIHK.TV 或者於辦公時間致電39558673查詢。本節特別新聞報導到這裡為止，大家多謝大家收看，我們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